鱼皮犹共兽皮夸，五色香灰映日华，才作衣裳为袜线，天留文锦与余家。我叫谢永亮，贺哲儒，我是贺哲儒传统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同时我也是贺哲儒鱼皮贴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贺哲儒呢，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，平时就生活在东北这个三江平原上。我的家乡就是在黑龙江沿岸的佳木斯郊区敖乞湾。我们这个民族以前呢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。贺哲儒的这个鱼皮艺术，其实也是我们人类一项生存艺术，其实也可以说为写在鱼皮上的一个史书。饮食方面呢，我们最早的祖先就在食用这个鱼，我们叫沙生鱼、爆花鱼啊、炒鱼毛啊。我们用鱼皮来制作服饰，一套鱼皮呢，可能需要用到100多张，甚至到200张鱼皮拼接而成。鱼皮上面打了鱼骨那种壳。现在呢，在我们国家的56个族当中呢，也只有我们贺哲族在用鱼皮来制作民族服饰。我们的贺哲族的鱼皮画最早被称为五指剪纸，制作工艺呢就类似于最早的剪纸。后来呢，我们从这个镂刻的鱼皮画到平贴的鱼皮画，从平贴呢又到浮雕的鱼皮画，从浮雕呢又到手绣工艺的。鱼皮画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。鱼皮画呢，现在作为旅游纪念品也好，或者作为这个文创产品也好，说它内在的就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生活上的一种期盼，一种对吉祥平安的一种向往。